动作战如往直前，路上作战模块即将接受检阅。坦克方队气势磅礴，领队是李明少将。22辆99A 坦克呈箭形布阵，如战场霹雳，长驱直入。99A 坦克是我国自主研发的主战坦克，具备优异的火力、机动、防护和信息化水平，